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李，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动物农村哦。那米菲呢，一样是不畏风雨的前来。我上一集好像也是这么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菲。好了，这一集的话呢，我认为有可能就已经是最后一集了，因为我们就剩下一个比较重要的建筑物要把它给盖起来了。那只是说呢。兵营啊，这个不知道有屠夫过来了，这个屠夫刚从跑过来，吓我一跳。屠夫都血，屠夫为了杀动物也想要在兵营训练吗？他真的也训练他的菜刀功力了。我们，而且他还蛮聪明的哎，他知道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兵营预定地哎，这一个地方。对啊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兵营跑过来看我们了？在干嘛？他们真的都知道，他们真的都知道这边是兵营预定地吗？好可怕哦！真的有点夸张哦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就是准备要来盖那个兵营起来哦。那兵营的话呢，好像是本来也可以就当作是那个守卫睡觉的地方。嗯。所以等于说盖起来，我们就会空了一些范围出来。那只是说，它好像，它是不是好像？我记得好像是可以到十张床都不是问题。所以我们有十张床吗？我看一下啊。我们只有两张。没有那要不要出去拿一些床呢？啊，出去拿床的工作先交给你，然后我先呢在旁边这一边就先盖一下。不过你有那个吗？你有扫把？有啊，但我不太会飞，不太会飞嘛。哦，就已经没关系，我试着飞飞看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好了，那我就是想说，那兵营的话呢，内部可能会需要有总共60格的空间，我不知道，反正随便弄一下好了，就是对，至少给他们宽敞一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啊，你有什么的？没事没事，都在掌控之中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可以耶，其实连10×10的大小都可以弄出来。6×10，对啊，总共只要再搬8张啊，其实就好了。其实不过你就搬个10张就也是 OK 了，看看你啊，多搬个几张也不是什么问题。买八送有这种说法的吗？好，总之这边也是一样，好了，两格的那个门的宽度给它出来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兵营。兵营盖起来之后呢，兵营我们要弄一些那个怎么讲，那个盔甲做出来。盔甲做的话就可以让他们去做那个战斗训练啊，所以刚刚那一个屠夫呢就已经先来这边训练了。对，屠夫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我再去拿一些门过来，其实门可以后面再放就好了。这边的话呢，反正是先把他们睡觉的地方盖起来，那把他们直接盖在地狱门的旁边，他们睡觉的地方就是在地狱门的旁边，让他们随时知道自己每天生命都是遭受着威胁的。好好好，好像还有一个人的生命也是一直在遭受威胁当中。他下面这村庄有陷阱呢，他下面那个洞挖在下面是洞窟，然后我就直接掉下去，吓死了。但是应该对魔法少女来讲不是什么问题才对啊。对啊，我不是问题的啦。真的吗？应该啦，还蛮快的啊。对啊，给你基本上真的是还真的还蛮快的，这个我这个也都盖的差不多的感觉了，给他们高一点。好小哦，这会不会太小啊？会吗？对，所以说啊，一个村民应该是要12格哈，那所以说这边的话呢是5个村民，应该说就5个村民的空间哈，是不是？我好像又计算错误了。啊，这边到底是怎样？所以这边的话有可能太小吗？因为我有点忘记了，就是说一个村民要60格不是吗？你说要60格，这边是有60格啦，但是还是说要再大一点之类的，看起来有点太小，还是我把它先摆出来看看就知道，要吗？可以啊，我来计算一下旁边这一边好了。好，这一边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边6个村民的空间。这边6格村民其实就占了72格啊，所以说哦，60格是不够的。对啦，如果那这样子可能要多少？120格吗？嗯，那要再扩更大更大了。也是的，我又计算错误了。村长，那就来挖吧。村长再次计算错误，这样子。
没有，其实我主要呢是想要能用这种方式，然后呢是看能不能顺便多盖，应该说多耗一点时间，让那个什么，让这一个模组的 BOSS 看有没有时间出来，这样子，想要看看这个有、对这个模组的 BOSS， 对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是这样吗？是是的。那这样子的话要多少格啊？因为这边是十格了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这边要十二格宽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所以是要到这里来。这样的话真的还就蛮大了呢，好大哦，不愧是兵营呢。把床都放进去，不然我身上满到一个不行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但这个死灵法师不知道为什么打死就是不出现哦，他这个村庄 BOSS。对啊，他不出现我们就没办法打他哎、欸，我们就很尴尬。但是他出现，搞不好我们就灭村了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。他灭村了，我们就真的也很尴尬。接下来我们要盖的话，是不是在顶再高一点？顶再高一点。哦，我在想要不要再多高一格。你要往上盖哦。对啊，再往上多加盖一格起来。虽然好像怪怪的哦，那上面直接铺半砖就好了啦。对对对，这上面直接铺个半砖，从这边开始铺半砖就行。好。笑啥？这个村长现在市长正在规划咱们的防御工事、欸，哎，哦，对他那个什么，他们这个底下这边啊，你现在踩的那一块地，那个我是打算下面铺那个就橡木就好了，就可以先对，先就可以先把它挖掉了，就看谁铺比较快啊。你还要挖，应该还是我比较快啦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不过我有要做其他规划，就是他那个他们要训练的盔甲做所在的地方要怎么。要在哪边？要长怎样？这样子，对啊，我已经铺好了。好啊。对，接下来就是盔甲做的话是要放在外面这一边、啊。我先把盔甲做先放出来看一下，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这样子能不能成功的运作就是了。你看他们现在也就还在执行当中，多好！怎么有个爱心在上面？那边怎么有爱心在？哎、欸，那边叮叮叮了、欸！右神。没关系，伸出来也好啊，伸出来，然后就立刻变守卫了哦，没有，他还要先去上课，就是，直接让他不用上课哎、欸，小时候就直接去当守卫了，这样，强制劳动啊，才没几岁就要强制劳动了，这样，他不能先给职业吗？也可能不行哎、欸，我想对啊，应该不行吧。那现在就是我还需要弄的有些什么？对，就是半砖要再多弄一些起来。接下来就只是说用那个栅栏，然后在边边这边呢就弄一根起来。这个在这里。好，刚刚好，所以有栅栏吗？现在栅栏好像有诶、欸，看一下。然后我来插一点火把，整个兵营看样子不错，很有样子。就在地狱门旁边。咦、欸，这是多高来着？这多高啊？泥土算一下，算一下，八个栅栏。哎、欸，刚刚好八个，很赞哦！给你，我不知道你要怎么铺。啊，不是就直接把它给延伸上去而已吗？就这样而已啊。把它给撑住、哦、天花板，要把天花板撑住而已啊，没有要干嘛，以免它垮下来吗？哦，对嘛，像这样子已经差不多了。好啊，应该可以了吧，然后就兵营就可以准备开张了、啊、开张，那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搬进来，就是要放两扇门在这边就好了。妈妈妈妈，你有做门吗？我记得我有塞一些门在这里面，就是之前有多的，但我的门到底去哪里了？这个箱子，这个箱子都有点乱，这样。我们从什么东西都找不到。我们从第一集，然后一直在这一个地方、欸，我们所有东西都一直在这个地方，一直到现在、欸，是不是？从第一集开始就一直
在这边呢。哎呀，门真的不见了。那我坐，我坐，我坐。这难道是被村民拿去用了吗？有可能吗？啊，床还没有放完呢，床要先放一下。哦，好好好，你要怎么铺？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，好吧，我来铺吧。真的是一丢就出来了呢。我不知道你要怎么铺，都可以啊。然后就让他们，对了，脚对脚这样子。哦，有点合宿的感觉。合宿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其实也差不多了。那只是再来就是要给他们一些椅子啊，椅子看要放哪边了。这是一二三四五，对啊，做一些椅子，做十张椅子吧。椅子，二，把椅子要一四，椅子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怎么感觉在乱放啊？有吗？明明就很有规划性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看起来好像这一块要给我啊。这一块他们可以打地铺啊，打牌啊。我以为他们可以打架哎、欸。他们也可以啊，他们就是训练自己打架、啊、也是 OK 啊。好了，然后门就差不多可以下去了。哎、欸，这个门下去是不是就启用了？看看，试试看啊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启用了耶、欸，马上。有哎、欸。马上就启用了，是的，兵营成功，啊、兵营成功的，那怎么瞬移进来的？他们是瞬移进来的吗？啊，谁？哎呀，这两个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他们立刻瞬移进来睡觉，哎呀，兵营好的那一刻，立刻瞬移进来睡觉，到底是怎样？所以士兵都一定会住在里面，就对了。对对啊，哎、欸，他来，他训练了，对，他还训练了耶。有了，好酷哦！而且他看起来好像等级哇，真好像很多的样子哎。哇！他是等级会增加的超快吗？还是说这纯粹只是因为一开始哦？对他增加还算蛮快的耶。对啊。五马上就六了，刚刚他可能原本等级只有一，还多少？然后现在马上就到了六了。哇！啊，不过我个人觉得他是到底是纯粹来泄愤的，还是说是来训练的？他应该是来泄愤的，他太生气了。到底是在气什么？等下徒步就来了。徒步也会过来这边掺一脚这样子啊。这一个的话呢，这个等级目前是啊，这个等级目前18哦，因为他有被祝福哦。然后回来休息了，有几个回来休息了。他们看起来应该是会轮流的嘛，就轮值的。嗯，那我们这边还是有几个守卫，目前看起来哦，没有，好像是他们睡觉都会把那个装备脱下来吗？对啊，啊，他们真的就都待在这里面了，也不出去了啊，他们会坐椅子，所以说确实要给他们椅子，真的。哦，这个我都没办法看他到底现在穿了什么样的装备，真的不能看，太讨厌了。应该都是钻石吧？我那时候看到他们没有人穿一般的啊，是啊，钻石，这么屌？对啊，现在去看，哎、欸，有守卫去念书了耶！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有五个守卫啊、喔。对，因为我刚刚有那个，就是在开路之前，我有强制让一个就是外面想要加入的人直接让他变成守卫这样，然后我们的绿宝石呢，哦，就真的是已经空了这样子。是的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更多的绿宝石了，就到这里为止了。那现在只是重点是说，看看他们这一些守卫的表现如何吧。然后目前看起来现在是白天，但他们如果要轮班的话呢？为什么那两个是坐着休息？对啊，他们坐着休息很久哎、欸。虽然说也是该恢复哦，他们出门了是吗？没有，他们只是换位置坐而已。他们一直在休息。然后还有就是守卫呢，有去看书这样子。那如果这个时候有怪怎么办？凉拌。虽然说是白天是不会有怪啦，哎，商人来了。其实我们还有怪吧，只是他们不会。哎，对，如果白天有怪，这样好像也蛮……哎，钻石剑一把可以换8个绿宝石，哎，真的假的啊？可是它要绿色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铁质胸甲可以换10个绿宝石，哎，哇！可是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他们做出来的。
对啊，可是他做出来的装备好像也不是绿色的啊，我记得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那老师现在的智商多高啊？老师现在41了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老师真的不愧是老师。商人不见了，那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商人其实也可以盖一个怎么讲，商人贸易站在我们自己的村庄里面，那商人就会只在那个贸易站那边，就不会到处走了。哦，有这种东西啊？有啊，但是又要花钱买，就是，这不能换啊，不是绿色的，对啊。所以这个钻石剑看起来，反正就是我们的铁匠现在他自己制作的东西。他又拿了两个钻石欸，铁匠。不过做出来的也不是、啊、不是绿色的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有几个东西哦，就是，哎，胡萝卜好像要没了，他们在喂猪，但胡萝卜好像要没了。有生了，生了，生了。嗯，刚刚有一个在说那胡萝卜没了。哦，他要合成了吗？哦，他在烧铁。他烧出来的铁哦，有啊，有绿色的铁锭哎，他烧出来哦，他要烧出来的绿色铁锭打造的才可以算吧？对啦，啊，对啦，哈哈哈哈，所以他现在才有绿色铁锭两个而已在身上这样子。哇，然后那他烧的也很慢啊，他。然后刚刚他因为他们有生小孩子出来嘛，这个小孩子呢就可以先让他出来了。那因为我们的守卫呢也已经跑去那个兵营了，所以我们绝对又是有空的床位了。对啊，但我怎么这边好像还看不太出来有空床位的样子。这边啊，这边有空的啊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叫了一个孩子出来了。哦，但好像我让他站到了铁匠的位置去了，但目前好像他们也并没有说很那个欸，很热衷于就是要去这个盔甲座这边做进行训练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没什么看到。目前只有看到一开始，最一开始有一个，他应该是来泄愤的，而其他的都坐在他自己的那个，坐在自己的休息区域上面休息而已。心情都很好，就他心情很差。然后他就一定要来这边泄愤。其他人对自己的武艺都很有自信，就对了。我把一个拆进来，然后放你面前看。哎，也可以啊。反正这么大的空间。对啊，不要休息了。他起来跟我们敬个礼，然后呢抓着他的钻石剑，然后去睡觉。你，我要丢你鸡蛋哦。没有，他只是去坐着休息。天哪，欸，他们觉得学习比较重要啦，他们都进来学习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真的。这个村庄就是怎么讲，太过于和平了吗？大家都不觉得说就会有战争，战对，就不觉得说要打仗什么的，啊，然后太过于和平了。不过也对啊，嗯，因为那个这个模组的那个 boss 打死都不肯出现啊。然后总共目前就是五个守卫没有错，啊，有一个目前在外面轮班中巡逻中，然后两个呢就是在里面休息。然后明明幸福指数开心指数是100。但就是哎，欸，来了，他，啊，真的训练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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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，哦，哎，欸，他怎么掉血，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帮他回血。Oh my god！ 哇塞！哇，强力攻击哎，欸！对啊，他跳起来要砍哎，欸。那个就是 Power Attack， 我看到他那个他这个选单里面有一个是 Super Attack， 哇 ，Super Attack， 哇，强力攻击哎，欸，好猛哦！果然必须要让他们没有办法做，不然有的做他们就会做，要不然对啊，有的做就不站，对对对对，有的躺就不做这样子，虽然他们一直都有的躺就是。我真的认为他们应该要有一个选项，就是他目前来说，我觉得他的自由度没有很高，就是应该有一个选项是我们可以强制他去做什么。哦，对啊，给命令指令。对，我们应该可以给命令给指令啊，再怎么我也是市长嘛，就是我们应该可以给指令说要他去干嘛，就然后就让他怎么样，然后当然也会影响到他的开心指数是一定的嘛，就如果我们强制他去做某件事的话。
对，但我觉得那个应该也是说，就是自由度之一吧，就理应来说可以让我们就去控制他们的行为，这样才对。嗯，他跑来看我。对啊，然后就是不愿意再去好好的训练吗？他又坐下去了，有没有？他刚刚在那晃来晃去，只想找椅子而已啦。我把椅子还给他，他就坐下去了。对啊。欸，我很好奇，如果我把僵尸引来他们的兵营，他们会怎样？应该就是全部都起床来打了吧？来了来了来了。结果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对了。哇，他们还坐在那边休息耶。哦，有了，冲了，冲了，冲了！哇，他隔墙砍了！哇，不错不错。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训练，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所以那个 boss 如果也不打算出现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村庄就是非常和平的，可以算永续经营下去了。欢迎过来。哦，蜘蛛来了，开门。蜘蛛来了。蜘蛛发呆了。蜘蛛呆住了，蜘蛛傻住了，为什么？蜘蛛被卡住了吗？应该蜘蛛被卡住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它是被卡，对对对，它是被卡住了。直接把蜘蛛带进，哦，它又在训练了，有晚上会训练嘞。啊！蜘蛛跑进来了，它还在训练，它不打蜘蛛的吗？喂，大哥，大哥，这位老兄，哎、欸。他就喂正事不干，可能哎、欸，那这样真的有问题耶，不行，这样他还在鞠躬，他还敬礼。看来应该是那个啦，蜘蛛不会打村民啊，可能设定是蜘蛛不会打这些村民，所以这些村民也不会去打蜘蛛，他们会打大概只有僵尸跟那个弓箭手而已吧。对，看样子目前他们都只会打我而已。对，那个。这个到底跟他们的智商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呢？蜘蛛居然没有用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呢，那如果那一个怎么讲，那个死灵法师还是一直不肯出现来袭击我们村庄的话呢，我们也没关系。我们反正现在这边呢有十个那个村民可以下去，而且我们就有两个牧师了，所以抵挡他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尤其再加上我们自己又可以来帮忙打的话。对啊，对啊，比他们好用啊！但是他又不肯出现，比如说僵尸他们会打，但蜘蛛他们就不打了。对，他们在那个储备他们自己的力气啊。他说蜘蛛这种小东西，市长自己解决就可以了。他说他们的力气是要用在那个对不对，死灵法师那种大 boss 身上这样。好了，或者说我们这一个系列呢，可能就会先到这边先结束了这样子啊、哦。好，感谢大家长期来的陪伴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了。那我们就到这边先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了、期待我们下一回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